若新娘，亲像欢喜甲阮笑，手捧着蜜香，珍珠粒粒伴，乌云已经散，好天在眼前。溪水若爱心，花草若春风，春季串休，抱新衣。得偌济，看着春花开，心情也轻松，人生就是这滋味。一个有爱的所在，四季春风的土地，花草随风轻轻啊摇，日头嘛会。创造美丽，一手一手牵做伙，爱的一直一直叹不停，这是有爱的新世界。哎、欸，你当家哪嘞？要收单啦，一包六十，两包送你一百啦，好不好？是。阮妈妈讲，葡萄爱经过顺定、蒸机、才水。多谢。人嘛同款，爱好啊教，才会行得正。我结婚的时阵，阮妈妈硬望我会当改嫁，做一个负责任的好翁婿。即马阿英结婚啦，伊嘛同款安尼希望。啊！不过我甲阿英，未输是早就生甲乱糟糟的葡萄藤。就算讲即马想要顺，想要正，嘛已经想慢了。还有水里哦。我先收收的啦，你先过去啦。你等我，你先好啦，好啦，等你哈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阿良啊，啊，安那咧收啊？啊，时间就差不多啊，嘛无啥人啊，啊，无想要等下开会宾啊。哦。啊，那才少，啊，平常时唔是够两三千嘞，啊，那会减得济啊？嗯，你问我阿爸买哦，啊，钱拢你伫管嘞，我哪会知？哦，问看卖尔，到时算嘞。哎，啊，敢讲你咧怀疑我偷摕钱去跋筊？我只是问看卖，你敢有需要就派？哎，唔通冤枉我呢，自你顶届离家出走了哦。我著只安分守己啊，不管谁来交我招，我拢讲袂用的，因为我爱尊重我的某嘛。想看卖，若是阮某无答应哦，我是绝对无可能去跋的啦。听你咧讲。哎呦，本来就是安尼啊，我敢无可能抓到？无嘛，啊敢有人来甲你斗讲，看到我搁踮倒跋，嘛无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讲，你千万唔通乌白怀疑我，你得相信我，鼓励我。安尼哦，才是有气质，又搁贤惠，得人听的某嘛。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无我甲你分析下当。唔免，只要你肯相信我，我就真满足啊。啊好啦，紧收收咧啦。遵旨，无人。啊对啦对啦，啊囡仔做菜就要拉包，你带你去银行甲我走一转。哦。这奖金我提起啊。哎，唔通，唔通去领。我跟你讲啦，你若收到就去领，钱来愈来愈少，卖减赚真多呢。减赚？你想看卖，咱钱放喺银行是毋是有利息？
钱若愈多，利息才会愈多啊。啊，你若想着着去领，钱愈来愈少，人就无法度算利息予你啊。安尼是毋是损失真大？啊，不过囡仔着爱注册呢。啊，你这先哦，找阿弟也是阿英，迄类就有啊啦。哦，好啦，无我等下找丽英借啦。对。哎呀，大嫂。阿英啊，你来来遮啦。我出来洗洗行行啊。哦，安尼哦。怎么这样子？头大弟无爱来抓呢，啊，即摆千万唔通去啊。什么唔通去啊？人你讲话你偷听哦，无礼貌。阿英是讲哦，唔通钱啦，唔是啥物唔通去啦。伊讲哦，咱两个卖烧钱啦，爱甲你尊重啦，知无？知啦。哎，阿英啊，其实哦，我还是真尊重恁大嫂呢，敢有需要你过来甲我讲？好啦，你先转去啦，我稍等下哦，再去找你啦。大嫂，安尼我先来等。你看，讲恁个烦恼，就算讲哦，迄边无多算，自然嘛有人敲电话，就咱来这个所在，你看是不是？有影啦。阿英啊，你箱骨顶有偌济钱？先摕淡薄仔来借一下。阿兄，你找拢无钱啊？还是大嫂管你伤严？拢总给我用了，连银行内底40万哦，拢给我领出来用掉啊。哈，假金铺啊，毋是伫大嫂遐？你哪有法度通领啦？我是袂晓办提款卡哦。你讲遐多创啥啦？钱咧，摕出来啦。我无记账啦。啊？啊，你明知影今日要来遮，阁歹记账淡薄啊？我伫惊会主会怀疑，而且无记账。了然咯，惊无惊到安尼？不要紧啦，先入去啦。我写借条啊，信用类的。哎呀，歹势啦。咋紧的啦？老板娘。你好，阿妹食啥货？无啦，阮是迄个阿哥的朋友啦。安尼哦，开迄个门入去就好啊啦。好，多谢吼。我迄个学徒拜，小拜托你顾一下哦。无问题。阿姨嘛未转来啊？无呢，也未转来。我卡伊个手机啊嘛卡未通呢，手机啊嘛关机。伊最近下甘蔗收入哦，减一半较低，我着咧怀疑啊啦。今仔日我叫阿良去银行哦领钱，伊煞甲我讲千万唔通去领。我心内着感觉讲哦，这一定有问题啊。大嫂，听你安尼讲，我嘛感觉足奇怪。最近我咧对潲的时阵，安那对拢对袂起来。这两个兄弟啊，一定搁去跋筊。啊，毋过阿英啊，看起来拢正正常，敢有可能？这你无了解啦。因这两个兄弟啊，已经算成家呢。第二摆过礼拜之前哦，因就常常走去跋啦。表面上哦，敢若暗款了真好，一直到有人来偷笑的时阵哦，大家才知影讲因伫外口。我搁乌天暗地呢，爸甲妈伊嘛真生气啊！
嘛常常咧甲因妈连连离职，嘛用佛教的故事咧甲因开破，伊嘛听袂入去啊。一直到你嫁来了，伊才小可安分一点啊。啊，不过你看，还袂到一年呢，又搁开始啊。是啊，安尼要安怎？我要哪会违法啊？今嘛，我敢那希望讲，伊这两个兄弟哦，莫欠伤大条，较紧转来。算啊，好来转啊啦！卖管啦，我若无家兄倒转来哦，我哪有面子啦？阿哥，搁钱十万。阿兄，你已经输三十万啦！哎呀，点点啦！阿哥，钱紧摕出来啦！哪有啥问题啊？一百万嘛，甲借。来，来，这钱借你吼。阿兄，卖啦！卖管我啦！惠珠啊，阿玲怎有回来无？这两个哦，佫博甲唔知影人啊，安尼袂用的啦，去摕帽仔啦。在倒？来找因啦。你要说啥？我哪呢？你要说啥？唔知呢。喂，喂，喂！歹势啦，歹势啦，歹势啦！莫名其妙呢。无啦，我才无咧播啦。哎，九点，我哩，我哩听啊，来播点啦。紧来，紧来，紧来啦。只播加啦，只陪，只陪。哦，五点哦，来来，我哩，我哩。九点啦。九点，九点。几点？好，起来。啊，中加啦。再去啦。几点？几点？几点？哦。五点来，五点五点，来来来，五点，继续，来，你坐较紧的，该你啊啦，好，阿良你啊，你来，来，八点，我你八点啦，八点，紧的紧的，八二，哦，你几家啦？你有，你来我倒来啦，你有你有，来你嘛有啦，走。哇，五点，到啦！喂，先放。来来来来，快点，快点。哦，八点啊。嘿，我跟你讲，你去找恁爸，我来借十万块。哦。我先跟伊讲，好。多谢多谢。哦，凤山，来，坐起来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太苦了。这人哦，就是小贪啦，久久也是斗啊，都当作运气来。如输啊，都唔甘愿。
你要赔本。呀，你老丁，赔偿金。下楼，下来跟我斗，我来盖饼。嘿嘿嘿嘿嘿，这两位太太，请问恁是什么贵姓哈？我阿娘嘞啊。嗯，恁阿娘。老丁啊！阿娘。阿丢。哎。为主。不是讲无爱去搬，谁讲要走去？着爱因嘛，伊讲伊想要消遣一下，我们才会带伊去。不是啦，不是你想安尼，是大哥招我去的，我原本嘛无啥爱去啊。牵拖，莫牵拖啦！大哥叫家己啊，明明就是你家己想要去的。家己爱去，搁偌恁小弟，讲哦，是不是你家己爱去的？老实讲，到底是偌济？不是五万啊，是五十万啊。啥？五十万？头尾总共签五张借条，每一张拢是十万。莫说这啦，大嫂已经去甲俩讲的。阿丢！哎呦，你也昏倒啦，阿丢！阿丢啊！大嫂，安尼有较快活无？好，莫讲了。大嫂，你莫阁伤心啊，安尼对身体无好呢。我明仔袂伤心啦，即届就甲我输到五十万呢，若阁加我银行内底四十万，啊，阁有啦，我钱箱内底遐个。拢总加加起来都九十几万安尼。大嫂，你莫阁烦恼啊，好不？啊，钱无去哦，阁赚着有啊，至少大伯有平安回来，安尼毋着好啊。回来，迄是因为惠珠哦，看到阿英个乌多麦，啊若无。恐惊伊两个搁在遐跋咧，伊若是安尼哦，若输了五十万尔啦。本来是惠珠看到阿英的车哦，就停在米达头前尔啦。嗯，
啊，干那知影车停在遐，要哪有法度找到人？拄开始哦，阮就问迄面搭的人讲吼，有看到阿英还是阿亮无？拢讲无啦。啊，阮就一直甲问啊。紧讲哦，你就是唔讲就对啊哈。啊，我就甲你讲，我唔知你讲啥物人啊。乌托邦就难食，你去讲无？嘿吼，是别个人给叫停的啦。叫停。问到伊面色，愈来愈唔对。啊，讲话就踢踢吐吐，阮下就感觉唔对啊。伊一定是知影，唔肯甲阮讲尔啦。啊，伊尾啊，哪会肯讲？迄是因为惠珠较巧，伊就甲威胁啊，讲你若是唔讲咯，就叫警察来，伊唔才肯讲出来。好啦好啦，因两个人吼，伫咧内底啦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啊尾啊咧。大嫂，啊，我们大兄即摆人伫倒？对啊。拄则我入去摕药膏出来，就无看伊个人啊。伊讲伊要去撞钱啦。敢真正是去撞钱？我本来嘛怀疑讲这是借口啊，伊就讲我若是唔相信咯，就打电话去问妈啊。大兄要转去李林？嘛对啦，大兄朋友哦，拢是爱博爱较济啦。若是要叫因哦，摕五十万出来借大兄哦。无啥可能啊！所以毋才转去找妈。大兄若是转去找妈哦，更加无可能会借到钱啊！妈，免讲啦，我无可能借你。妈，拜托啦，你若无救我哦，啊，丢到时阵，搁再要甲我完讲要离婚，安尼你三个孙仔要安怎？你敢看会落去？若无我就抓啦！你若跟我斗三工，渡过这摆难关，我就改叫。我若是搁去跋哦，就把枕头拢倒转，安尼好无？这砖哪有路用吼？你十支枕头都倒无够啦！你若是做生意失败，我无话讲哦。啊，不过吼，我无可能替你去行这条娇小。你有才调，一克拉输五十万，你都爱自己有才调，想办法去行。妈。妈，我这次真正是有脚行无步，有手寸无路，才会转来找你啊啦！你都无跟我斗三工哦，我真正规家伙拢会煞了了啦！妈，我求你啦！你给我切心啊啦，这边讲啥都无路用啦！妈，妈。有较好，有啦，已经无代志啊。我先找阿英的。二兄，你莫再甲我念啊啦，我已经互惠珠念到臭头啊。我毋是来甲你念的啦。万般带不走，唯有业随身。个人做呀，个人担啊。我是来问你，你之前甲银行借的83万，你敢有还啊？啊，袂啊！好啦，我知影。我先来等啊。
爸妈，今日的饭菜偏开足香的呢啊！爸，我腹肚就枵的呢。你搁会枵啊？你伫要交警跋规工规暝，哪会毋捌听你话枵？妈，明年妈，顶回啊，你跋到头地地去去借钱啦，你妈气到甲你赶出去，我搁抓准讲你会改叫啊，哼，想袂到啊，本性不改。天哪，免甲伊讲遐济啦，紧食食的，食饱我还搁收碗伫。戴琴啊！哈？咱足久无出去散步啊，你陪我去行行好无？阮妈一世人哦，上怨恨、上讨厌就是人跋筊啦。我自细汉就看阮爸甲妈为着搞笑冤家。甚至是起卡动手，啊！即马大兄阁跋筊跋到输遐侪钱，阮妈一定足伤心，嘛足生气的。大兄若是转去吼，一定让妈骂到足凄惨的。啊，毋敢若凄惨尔，伊哦，一家伊拢要想照顾啦。阮妈有讲过，救急无救筊。伊甘愿哦，钱拢摕去救一个艰苦人，一世五年哦，拢袂摕去跋筊的人啦。啊，不过大兄的债务呢？所以我才想要甲你参详啊。前一阵我有看到一间地点比俺家搁较好的厝，药房若是开伫遐，生意应该会搁较好。原本我暗算想要出去厝主参详一下，先做一阵仔看卖，啊，生意若好，咱才甲这间卖掉，去买迄间。要不过，这么大兄发生这款代志，我就想讲哦，你就想要直接卖掉，把一部分的钱摕去甲大兄还债，对不？也是了解我。你今仔日下晡讲拢无讲就出去，我就咧摇，你一定是出去想办法，看是要安怎甲大兄斗相共。你放心，我袂甲你阻挡。多谢你体谅我，要唔讲哦，我卖房伊拢下五千啦，我出一半，啊出了一半后，啊大海家己拍拼做事去行啦。安尼好啊，我赞成。好啦，来等啦。你哦，真正是王阿婆饮大水，失望啦！爸，我已经知影唔对啊，失礼啦。早若知影安尼，你何必当初呢？希望这回教训哦，你会学较乖咧啦。是吧？免讲啦。阿良伊。明仔载还阁有足侪石头爱做啦，较早睏会较有闲啦。啊对啦，总共一句哦，阿良伊兴盘，死好啦。你讲啥？我讲阿良啊，伊家己做得来的啦，免去怪别人啦。听你的话意，敢若是咧讲我足无情的吼。我无这个意思啦。我是咧讲老实话啊！主啊，啊，不过，
人迄歌戏咧讲啊，讲养子不教，父之过。阿良囡仔会变作安尼哦，咱做爸母的嘛有责任啦。啊，无啦，我是讲哦，拢是我的责任啦，是我无甲教好啦。唉，我若少年时阵卖兴博，阿良囡仔嘛袂讲行偏去啦。拢是我咧做老爸哦，无一个好模样哦，可以学啦。是吧？啊，你真正要给伊规规暝啊？伊若忝，家己就会爬起来啦。是吧？困啦。阿英啊，你遐，哪只仔找我？无啦，我毋是要找你。大嫂咧？大嫂在楼顶啊。哎，大嫂。大嫂，我拄好要问你，阮大兄敢有倒来？啊，未啦。大伯还未倒来哦，啊无我敲一个电话问一下。毋免啦，昨暗哦要返店的时阵，我有敲阿亮的手机啊啦。伊就讲，伊要伫古厝遐过暝啊。大嫂，阮大兄敢有讲，阮嘛有讲啥？我无问啦，我才无爱甲伊讲话。我知伊好好哦，我就挂电话啊。大嫂，你咧生气啊？莫安尼啦，阮大兄咪超工的啊。阿英，大嫂，啊，即摆安怎啦？我咧想哦。回来你日日哦，咸一撮啦。不管安怎，先把人带回来再搁讲啦。嘛好，若无安尼啦，我车伫外口，我载你来去。多谢呢。没啦。二伯大嫂，先食早就才去啦。恁食，我袂枵啦。翁仔某就是翁仔某啦，虽然冤家吼，嘛是关系翁婿。你真够话呢，我该讲的却咧讲。你别走啊！过来啦！啊！
哎，无走是要徛互你念无？你若无走，唔着代志，你是惊我念啥啦哈？我安尼烦恼到几暗拢无困呢，你人煞安尼无代志，佫伫遐咧食早顿哈？哎，你嘛较歹套个，我食一个早起顿，你嘛好多念无？我昨规工无食呢。无食，无食，啊你转来呐？是拢袂敲电话一讲电话，甲我讲一声是无？哈？哎，我人就好转来啊，敲电话送啥啦？好啊，莫阁量啊，我听嘛。 你敢袂当互人安心过日子咧啊？欸，你这个人，大嫂，好啊啦，人等下就好啊，莫甲念啊。啊无，我甲大兄讲者。大兄，当咧。 即马是安怎啦？恁大嫂念煞，要换你啊？我毋是要来甲你冤家啦。我是要甲你讲，我算甲厝卖掉，搬去头前加啊大。是啊，你要卖厝啊？啊，你已经厝毋是搁你贷款，啥煞要卖？迄毋是重点啦。我算过啊，卖厝的钱。 靠着贷款，还靠有投期款，应该还有存。我是想讲哦，迄个存的钱，会当加减帮你斗行，你外口会少。啊，你是几岁哦？啊，我敢有跟你甲我斗相共啊？大兄，欸，我甲你讲哦，我家己的代志哦，无需要你管啦。你家你家己的厝哦，顾好就好啦。 啊！你是我大兄呢，我敢有通无爱管你啊？你是你家无啥啦？我若是无爱管你，到尾仔上爱相信的就是阿母，你敢知影？我甲你讲啦，我家己的代志我会晓处理啦，你免管啦，大兄，点点啦。 三个兄弟，敢若你上敖读册，上有出头。我甲阿英两个人哦，即世人算讲是好友去啊。后摆咱爸母是要我靠谁？敢若你啊，你敢毋知？ 老实讲啦，你若是有钱哦，千万毋通摕互我是阿英，摕互阮两个只是摕去跋了了，无必要。不如哦，你把遐个钱好好俭起来，后摆会当好好友好咱个。 细汉的时阵，有一届我甲妈囥在桌顶的十块，偷摕去买糖仔。结果妈为黄奶奶转来的时阵，找无迄十块去买菜钱，煞甲你哦，也假吧？你搁敢讲啊？ 你把你害我号码拍到尻川强的进去，妈哦，一直叫你把存的钱拢交出来，你有讲哦，你甲藏起来啊？我骗你啦，我哪有钱通藏？伊就逼我带伊去找啊，啊每一个找一个所在哦，找无钱就甲我拍一届，安尼来来回回，每几步，迄真忝。敢若有四五个所在哦？不止啦。 我甲你讲，后来哦，也毋是你跳出来承认啦，我真正尻川会烂去呢。欸，你嘛真害，你若要承认哦，就较早承认的嘛，莫害我踮要讨皮疼嘛。迄时阵哦，我
我搁遐尔啊细汉，看到妈安尼哦，气不不。那敢承认啊？哎呀弟啊，我感觉真奇怪呢。啊，迄时阵妈拍我嘛拍到差不多忝啊，代志算讲会当收尾啊。啊，你来要跳出来承认啊？你著点点啊，甲钱收起毋就好啊？大兄，迄个时阵，咱哥也尔细汉，你著已经知影爱为何我。那呢，我即个做弟弟的，敢会当无爱顾你？阿弟啊，你若是真正想要甲我斗三工，就请你甲家己顾好。将来对咱爸母较友好咧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其实哦，妈妈已经答应我，甲我斗三工，帮助我度过这摆的难关啊。妈答应啊。啊，不过有条件啦。伊甲我讲，若是我愿意转去咱的葡萄园，伊就甲餐厅借我，让我去两下贷款。虽然讲哦，咱家的葡萄园可能无法度贷到到50万，不过暂时小多一下哦，应该是无问题啦。无要紧啦，无够我出啦。或者佫讲啦，也是讲这位大弟，甲你借钱，敢需要利息？免啦。一条五十万的债务总算是解决了，我家丈嘛带着囡仔搬转去二林古厝。虽然讲一开始阿丈无啥愿意，烦恼因也住喺庄卡的读无册，也毋过经过我好好甲伊讲道理，伊最后嘛是同意啊。来哦！来到厝啦，到厝啊，落车落车。爸妈妈爸回来了好哦，阿丈的你的房间哦，妈都给你整理得好洗好洗，好来睡大饼，你好妈啦，阿丈的哎，乖乖乖乖，哇，这久无看到哈，爸，来，乖妹，向他乖，哦，阮回来二林，上欢喜的应该是阮爸爸啦。因为从此以后，伊会当安心去甲一挂老朋友吐气哩，消磨时间，唔免惊阮妈妈踮伊后壁，连伊拢无斗做远的代志。啊，那我咧，我就无遐尼好康啊啦。啊，唔惊啊紧嘞。妈，敢真正爱这么早？我加睏一下，敢袂用的。睏到当时呀，哎呦，做工课嘛做较用的，来来来，囝，足傻的呢。娘诶，你看，吼，咱这舞蹈吼，有通生到遐尼水，拢嘛是我甲恁爸吼，对这孙婷啦吼，啊剪枝啦，啊佫有啊，来咧接尾时阵啊，吼，拢嘛偌啊尼啊用心咧，椰肥嘛同款啊，所以吼。这葡萄才有法度发甲尼水嘞，你着亲像咱做人嘛同款啊，不管做啥物代志哦，拢爱用心。哎呀，种一个葡萄尔，你袂当讲遐多。哎哎哎，这咱做人上基本的道理你也唔捌哩啦。哦，真是。哦，对啦，像这安尼吼，伊会去扎着，
啊，佮所有营养粉拢去互食了了去。哦。啊，你吼去边遐，遐拢整整的，看倒位爱整，该整的拢整整的。去边个？系啊。哦。脚手较慢咧啦，莫安尼缩啦，你真正是。哎哎哎哎！哦，你这囡仔目睭是有咧看无啦？看无啦。那乌白阵，乌白阵安尼，看好详细啦。人拄只遐个老人，你就共阵掉，你真正是。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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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阵掉。看好势啊！哎，乌白阵嘞。就安尼，一天过一天，阮妈妈教种葡萄的技术，一点一滴教予我。听阮妈妈讲。这套技术是阮阿公传予伊的，即嘛传予我，希望我会当好好学起来，将来继续传落去，用这片土地，才用一代搁一代的子孙。即阵啊，无啥物甲我讲。你无怪啦，啊你掠叫掠到遐尼凶，不过阿良看到你哦，都无欢喜。蒋师伙，拢干啥？甲你安怎搬在伊遐？哎，你即摆啥意思？新的故乡，一歇搁一歇，人生悲欢岁月。好比盘山过岭，有时爬行，有时轻松路行，一步一脚印，拢爱小心稳稳。心中的快乐。